哎，原计划是不也行？我老能抽着维恩，我不知道为啥，我就一玩那维恩就一遍，一玩维恩就一遍，好像原计划没啥人玩，是不是？你可挺修刚啊！我看我二级学个啥啊？学艺应该可以。哦哟！真的凶，干嘛这么凶啊？我就回家了。玩蓝枪的都这样吗？上来就套我一手点烟，给我劝退了。我这不回家都不行。纯爷们儿，哼，纯爷们儿。哎呦我操！哎呀我天哪，这波兵可难受啊！哎，你要回家？那不可能。你要退线啊？那你可能要死啊，兄弟！别死！可挺烦人呐，这波可是有点亏呀！这狼人来的时候太不是时候了，我操！我操，铁男打野！真的，这波可太亏了，给我亏出屎来了！呀，我找找他去，漂亮的下路，得回家了，要不然跟这蓝枪打不过了，出个双多蓝这一把啊！一般如果你线上比较劣势了，你是找对面拼也拼不过了，你咋办呢？你只能用多蓝剑，哎，来打赢他，然后从而积累优势，知道吧？这蓝枪人咋没了呢？掉线了。不推了啊！这波不能推，这波等。我不知道他是掉线了还是怎么回事。但是这是一波很好的控兵线的时候。他回来，我们劣势直接就没了，掉线了，我估计，要么就打龙去了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没有兵了，我等级跟他一样了，现在。
掉线了，我估计。哎呀，舒服了，也轮到你断网了，小伙子。吃你一层塔皮。你要干啥呀？你要干啥呀？不是，你这有点过分了吧？啊？你找一个梦魇儿来单挑兄弟，还是个中单梦魇儿？刚才你刚扣我，我可没说话啊。现在你再来，着实是有点过分。完全掉线了，好人有好报啊，看着没？这个狼人咱就不飞了，飞也不一定能飞得死，最后清一波线回家了。昨天晚上玩了一晚上战神，那游戏我们买完以后我们就没玩过。我这一想不行，我得玩，要不然我这不亏死了。走，不要了，出门了，马上我们就无敌了。走，去下路走一波。哇，哎呀，黑小兵了呀，这全死这波，好像不用我了呀，这打一晚上爱神没过去，我连个神都没看见呢，现在我刚打到那个哪呢，我刚打到那个给我辅着强化那小子，兄弟，我能救你吗？好像差点意思，算了吧，那你就死吧。下路死了。嗯，你干啥呢你呀、啊？你这怎么回事？我这不杀你不行了？我这一看呢，狼人还没活呢啊，挺嚣张啊，你五级蓝枪跑出来了还。哦哟，狼人你早点打他呀，你等他扑出来的时候你就打他，是不是还能把我给救了？还没打过，操，这铁男让你玩的，把这都卖了吧，这波咱先来个木印吗？
先来个木印啊、哦！哎，可以杀呀！这呀，大走了。梦魇的没有大的时候，就别羊拿跑了，就在中路待着。等我们有大了。哎呦，漂亮！没有大，我就在中路待着。蓝枪本来等级就低，六级还养打干克。我要上高地了，我不上高地，我要杀这狼人。反应有点慢啊、哦！本来这拉克斯我觉得也能杀的，点燃我！快走快走快走！狼人来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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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狼人指定就一顿追呀、啊！快跑快跑！还真是有点烦呢。来个什么皮牌呢？布甲还比较合适。又没打过，啥玩意儿这是？我就打个红，以防止这个铁男把红给打了，把他大鸡也打了吧。然后把蓝枪杀了，再把蓝拿了。他要蓝没用，关键是拿个双 buff 去。我们大招现在83秒一个。基地时间其实还是有点长，我现在得再杀一个暗夜猎手无畏战车，我上去看看能不能把无畏战车的助攻给他捞着。来了，无畏战车。放手好。先杀这无畏战车啊，再杀这拉克斯，100块钱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看你的了啊，我肯定是不行了。我有红，你确定要追我吗？你确定吗？攒个被动啊！nice，nice 兄弟，我们去找维恩。
这边把维恩一杀，我们这个大招CD就可以无敌了。我估摸着他应该搁这儿呢吧？没在，在塔里。这局啊，我们找到维恩。 人死的有点快，把红打了去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其实我想给他的，你知道吧？这 ADC 这把其实挺猛，是个功臣，但我没给他。 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这个东西能出幽梦，其实这梦魇出个西兰刀无尽也挺猛，要不来一个？ 别的咱不说，这狼人挺让我生气的。其实，先杀个维恩吧。没想到买一还给我赠一，嗯，打个小龙。 打个小龙，快快！一会儿我有风龙龙魂，我们更无敌一点。我的大招 CD 还是差了点，大招 CD 还是有点长，略微有点长，是60来秒。 找到维恩啊！他好像不用我，我就不上了吧。我杀着蓝圈。拉克斯呢？点死他！我给你凑点盐。 回血回一半，得了，我给他恐惧了。请问为什么不打韩服？哪那么多为什么？在接下来的时间点，我们一直到九月几号呢？一直到九月二号吧，我们都不会。 去打韩服，来两把斗地主。